又有得得，又有这个，又有这个，这个不可以吃啊！刚刚我们点玉米浓汤。哇，你可以了！哇！金苹果罐头老板，要啊，要吃要。哦，那要怎么样走出去呢？啊，要怎么样走出去？走，我要怎么又走回来了？要啊？哦，等一下买一个屁股给你吃啊、哦！啊，被我抢到了！哦。